者教授，并为事件向国民道歉。涉案驾驶人22岁，前年4月入伍，原定今年9月复员兵役，但韩军方证实因为不适应军队生活，曾经被列为需关注士兵。南韩最上一次发生军营枪击事件是在2011年嘅7月，仁川市江华道一个海军陆战队成员饮酒之后在营地开枪，又引爆手榴弹，造成4个士兵死亡，